今天这天终于不热了，哩哩啦啦的下着小雨，不过也下不大。趁今天这个下雨天，把这个昨天这个茄子给摘到地里，看我们村现在这个风景，挺美吧？看下雨天这个风景多好，上边是山，下边是村庄，然后再下边就是水库了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！在这个水库底下先提点水，虽然在下雨吧，这雨下的是太小了，提一桶水浇上辣椒，应该就成活了。看从这边看这个小水库，然后整个村庄这个风景挺美的啊。上地摘茄子，这个地儿恰恰在村里的方向靠的了。你没事，一帮干活一帮拍视频，这路哪正常的了啊。好，上来就好了，一不小心就光点了，自俩生天都闹路啊，这就是五不儿，过不了人家管个给了五，你们六不儿，不少，再两不儿一会儿的菜就算吧。你只要是就六不儿去的，你要管好了，他可能接得的。嗯，没喂伢了，这是一直这不完。你给再叫过的呀？这菜再一盒，你要接的。这边这又再样一盒。这又再样一盒。嗯，叫过。要说我常切的可是好，原切的不好。你雨水正常了，你栽上什么行头，咋这即使什么也能栽的，干啥物业都能栽，就是哈啊，就是不正常。你要是正常有雨，该小就行，小该清就清的，这个可快。咋这个地都涨啊，是地都涨。咋这反正乱七八糟，这个很多这个人种都能种呀，都能种，就是天是靠天吃饭嘞，对，靠天嘞。不是，就是伢经今年伢经好嘞，就是说这个的。伢经好嘞，咋这就是说这个，你雨水正常了，你就什么都有，菜啦、粮食啦，什么都有。你不正常了，你就会了。一年哈两半年就，你像今年哈的横着了吧？今年。我和面干什么了？炒炒面吗？笑什么来了？你说这个炒面是这个拽还是摇还是嘎嘎还是爷爷，就这几种拽吧，拽这个面才能有劲了感觉。那咋就拽？这个多风的鼓动了呀，这就是个性子了啊。这个性子还是可关键的，你像平时多吧。嗯。你下回倒是给俺买回一个来，买回个当时可好看的，就是可得刀。看得多不？这个也不晓得。一般几行都是这个看得多。卖的时候是光不晓得。啊，他主要在晚上都拿不中。老郑也有这么嘞。不是，那你不是炒卤的嘞？不是炒卤的嘞，炒这个嘞啊，炒面嘞啊。我不知道你这么腌的是什么。拽面炒面了吗？咋有了不咋？咋有？又是炒面吗？又是炒面，你这是不卖豆角的木头。我刷台吗？刷台新王子叫过的，就这搭配也不来。好，有的，哪里也不来，就这个就行。少不少？就这个就行，到底长多了不好动。很多了也不好。啊，就很多了，顶着你。我是不愿意有啊。我也是。咱就那上这儿吧。你孩子们，你也不吃吗？那你咋个有个味儿就咋了。你坏的大味了，这啥吧你？切成有丝了啊。嗯。有丝炒面才不能给你切成这个有丝了。我也能。待会儿我送不下这饭，给我包你也要走。每天给我倒点，我就给你送吧。上一阵买的这个五花肉还不来了呀，一丝二丝啊。也好吃不多。嗯，就切成那种有丝就行。这油还少嘞，不少。不少，咋可长得又不少啊？这家这。这个他就有个性有定了一场雨吧。嗯，这边又下了前两天。这样子地不这个萝卜的老流出来了，只看说不是我一桌面了行不行？哎，你三勺黑面抓的有劲了啊！这个半面就没有黑面有劲。下回这时候弄点面吧。对了，都不看面了。啊啊，有用呀！你买来？嗯，我买了一点小点。成了，活不吃面，你都是卖的吃的，卖的忙吧？厉害的赚呀！啊，实际上就赚一下不来嘛。知道，主要是这在城里也不弄吃的，吃面就少。我就给孩子干进去了嘛，干一个字儿，就给到这儿。给孩子，你不拆？
我吃嘞，我也吃不了多少，就俺两个养个的。你养你一马有两人饭吧，你收银，嗯，就够。我就是个中年油嘛，小飞。那我为了给你支配，一下个小鬼子俺用呀，没跳工，俺说跳跳吧。你那个这打到我丢了，没那么。你这个也跟现在这个也跟以前也一样的呀。上了八根儿了，就是这个平得的来，那地哦，不是也跟现在这个也一样的呀？怎么还能一样了吗？上了八根儿呢。平得的这一码是上上八根儿吗？根儿吗？根儿一样。我现在是冬天了，它就是，也像也要根儿了呢。一压根儿不可能，就跟硬物了一样。等你的话，等着这个后续的。正常一样不一我说这个破不了耳了，这耳是是悬案了。你要是够了毛了吧头？我给小鬼的。没有说是在忘了，我感觉没有没有没有。就给这个瓶子来嘛。你发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嘞。发的时候嘛的嘞。发的时候嘛的嘞，就拿这个盖子在在小鬼的里头。这个长得尖肉都可能哈哈。就这个才好嘞。才一哈是这个尖肉的多。是不是跳的有色鱼吧？你咋就发俩翅膀都跳的呢？我有时候跳的可有味儿了。今天跳的是不赖啊，跳的就有发点这个感觉。哪天跳的也不赖啊？尝尝这个就凭江岸路的好吃哈。该有该的吃法吧你。还不会用筷子？学学筷子吗？不会用筷子你怎么吃面条的？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好。完全还没。还没有完了是吧？嗯。洗完了，盖的。你这个用碗就不香了，还用盘的。盘的挑的，嗯，俺都给你当到盘子了，俺又给你倒了，你就算不出来，俺又给你倒到了。你在这刚进来呢。嗯。好吃。那要是可能吃的了就不胖，你小妮子吃了吧？你都长了个了，木头，你瞧都长得多高头。不就不胖？不要碰长了，光胖哈。你的表姐咋了呀？怎么可能不大？可他饱了？没有嘞。那不是。这可能吃得了点。